早上好啊，各位，今天是中秋节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一切风平浪静，太阳公公还没有下山，还没有上山，还没有出山。我也没起床，我醒了，我5点钟就醒了，我就躺在床上看这河水飘，看外面气温怎么样。因为我开着柴油暖气机，所以我感觉不到冰的。今天外面的温度是冰的。这里就我一个人生活了3天了，我在这里3天了。大家看我新换的被套和枕头套，还有床单，这是一套。我把那个绿色收起来了，冬天呢要搞一个深色调的。然后昨天还买了两个新枕头，这个枕芯是新的，就有点泡泡的，很漂亮吧。这边是这样的，也很漂亮吧。我的新被套，这还多了个枕头嘞。那个枕头是单独买的，这3件套有一个枕头，所以我现在有3个枕头。小花花花呀，花嘿嘿，花花什么样出去啊，什么样出去啊，出去尿尿不？花来尿尿了，我开门让他出去了。早点回家啊，花朵，早点回来啊。哇，今天要下雨了，那个太阳都这样了。花朵去河里喝水去了。天气越来越冷喽，还有一个4-5天就下雪了。天气预报已经来了，到时候这里将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安安静静，真好。该起床给小花做饭了，她早上吃的比较早。哎呀，又是美好的一天呐！外面有点冷，今天赖床了。新的被套睡得很舒服嘛，啊？那床单也睡得很舒服嘛。深秋就是这个颜色，这是铺好的效果，还不错吧？床也铺好了，准备吃早饭，把床伸上去。哎，好看吧？小格子，灰色的格子。我是男生嘛，叫用灰格子。小花做那个吧，做狗垫子吧。我觉得蒲公英天天掉毛，一年掉365天，没有一天不掉，所以每天都要起来扫毛，然后再洗一遍，再拖一遍就好了。一会儿把它脚洗干净了，它一天也就不出门了，就待在车里。现在天气凉了嘛。我还买了一双大拖鞋，冬天了，买了一双棉的拖鞋。今天过节吃火锅，拿2罐气出来。下面是一个大橱柜。今天要换气罐了，还是前天换的？拿原纸出来，紧。
菜不要，这怎么也没用啊？靠点炮。新买的炉子还没到，买了个炉子，买了个水壶，这个铸铁的不能用，它里面上锈的，这都有锈，不能用。新买了一个搪瓷的和一个电卡式炉，没有气了，换气。我今天的决定是一，我就知道没有，快没有气了。这一罐气我可以用一天多一点点，一天加早上烧壶茶。好一点。太阳好像慢慢的露头了，你们看水面上那个一道光，这太阳的影子。不过现在还早啊，现在只有6:30。才对，我得把小花叫回来了，她出去有小半个小时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去找她去。小花花，就一条路，还被水给淹了。哎，那天水没那么大，你快回来！你去哪了？从边上走，从边上走，跑哪去啊你？啊？睡半个小时不回来，我过来，我往嘴臭不臭？不要从水里臭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开始洗漱。小花花在吃早饭，给他打的狗粮。回家了，太冷了。今天一下子过两个节，所以我要吃顿好的，火锅、虾、牛肚，还有百叶羊肉卷。泡点蔬菜，自己吃。把一个虾线给它弄掉。过节嘛，一定要吃得好。今天一份虾、牛肚、羊肉片和毛肚，煮火锅，再涮一点蔬菜。哇，起火了！这就是今天的早餐。先把火点上，里面有菜花、竹笋、青豆。百叶和羊肉卷，这边有牛肚和虾，对，把牛肚也倒进去，搞多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再煮几只青岛大虾，这真是青岛大虾啊，因为是从青岛发快递来的。调料，盖上盖子，煮开就可以吃了。在美丽的地方吃着好吃的火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非常的开心。蘸料，
开了开了，关小火。算个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太好吃了。你瞅啥？你能吃火锅吗你？菜花煮火锅很好吃。